欢迎你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规定要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在地庙宇文化以及当地故事。第三镇中正社区李秀培特班就特别安排一个早起的时间，或者小朋友来到社区知名的圣义庙内面来参观访视，希望讲会当借此带动着社区小朋友对着家乡的认同甲热情，也对着家己故乡会当更加熟悉。第三镇中正社区培特班特别安排了几个透早的时间，让小朋友来到社区来相当知名的圣义庙参访，希望能做出好社区学生了解家己家乡的在地文化以及当地故事。那今天我们中启社区培读班，带着我们20位小朋友，过来认识我们的中启社区的那个在地文化。我们来了圣义庙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让我更了解那个圣义庙的故事。相传这间圣义庙是古早时阵的警察要来掠土匪的时阵不幸死亡，当地居民才会因此来起庙奉祀，而且这奉祀的不但是全国唯一夜清的神明，上特别的是只要民众有物件碰见来向安基公祈求，大部分都会因此找回来。跟别的神明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会拿枪，别的神明不会。很多人来圣义庙都是因为车子不见了或是什么东西不见了，我觉得很神奇。是在这边剿匪，那他全部的成员36个、在这边阵亡，所以在这边就是帮他盖了一个庙，然后就是希望说保佑我们全村的平安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有办法说把这个我们村民遗失的东西找回来，许多祈祷他们都会特别来这边找我们红旗公帮忙找东西。那我们的那个警察警务人员他们没有办法破案，他也是会请我们的红旗公帮忙。透过好小朋友亲自来到庙宇参访，了解在地故事以及庙宇文化，不但让增加小朋友对社区的感情，也更加熟悉家己的故乡，相信一定会做出让因对在地社区有更加侪的认同。记者刘璇，彰化报道。